Diagram show a cross section of a pipe. The diameter of the pipe is 26 cm. 所以在这一边呢，我们知道它的那个 diameter 是26。所以我的 diameter 等于那个26 cm 的话，那么我的 radius 呢就会是13 cm， 因为它 diameter 除以2嘛。然后 if the length of the pipe is 1 meter, what is the area in cm square of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in the pipe?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呢，这个 pipe 是这样的一个圆圈， OK， 这个我特地去拍的这样的一张照片，家里的那个水壶拿来这样拍的一个照片，它是一个圆圈。然后在这一边呢，它是有那个水的，看到吗？这边是它的水。OK， 你平放了之后，这个是平放，你这样去看它。然后如果你是从上面看下来的时候呢，它其实是一个长方形来的，它其实是一个长方形在这边，这一个。所以它所谓的那个 surface of the water， 那一个surface of the water 呢，是它上面的这一个地方。OK， 然后他说他这一边是一米嘛，一米其实也就是100 cm。然后在这一边它的这一个长度 OK， 这一个长度其实是我的这一个长度 OK， 然后这也是我的这一个长度这一边。好，然后在这一边呢，我需要做的事情是我先找出它的那个这一条线的长度，但是我要找这条线的长度线呢，首先我知道我的 radius 是13嘛，所以这边是13哦，垂直平分哦，然后这一边是13嘛， radius 是13，然后13减8会是等于5，所以我的这一个长度，这一边的长度是5， OK， 我这一边的长度是5，所以我这一个地方 OK 它 x 吧，所以我的那个 x 呢会是等于 square root of那个13 square 减5 square， 然后拿到的是12 cm， 然后这一边也是 x 嘛，所以我的那个宽呢会是等于2乘以12等于24 cm， 这样就是说我的这个地方其实是24 cm， 然后也是代表我的这个地方是24 cm， 所以它的那个surface the area OK， 就是说它这一边的水平面的那一个 area 呢 OK 是等于24 cm 乘100 cm 等于2400 cm square OK， 它的这个 surface of the water 这一边呢，就是说它上面的那一层而已，它不是讲 surface area， 它的这个 surface area 不是它表面积下面怎么样，它要的只是这一个部分的这一个 surface 的 area 而已。OK， 它要的只是这边而已。OK， 所以答案是2400 cm2。